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优胜美地，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白色的优胜美地。然后这位是陈凯瑜，凯瑜，请问你看到白色的优胜美地有什么感想？好冷哦。好冷。对，我们从早上6:30，然后就在这里等这种光，等到8:30受不了，然后就下去绕一圈，绕2小时。然后因为今天是那 Christmas Eve， 所以大家都戴圣诞帽。哎，你可以讲话。哎我是第二次来哦。哦，好棒哦。对，然后很多人在这里拍照。终于看到白色了。对，让我为大家 zoom in。 好，那个路为什么这不能 zoom in， 好奇怪。哎，可以录影都是不能。可以哦。夏天跟冬天的太阳角度，对，不猜。然后这个是犀娘面纱瀑布，然后这个是优胜美地很有名的 Half Dome， 然后这个是优胜美地非常有名的石头叫 El Capitan。 以上如果发音错误请纠正我。然后就这样，然后这 Tunnel View 就是因为你可以看到说这里有一条，有没有，这一条是受冰河的侵蚀，所以就是有一个谷底，然后旁边就有很多石头矗立着。对，这样。然后我们刚吃完了沙拉和牛肉，觉得很开心，又饱又温暖，再回来拍不错。好，以上，拜拜。哦，今天是2016年12月24号。Merry Christmas!